先生。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，为何穷尽？歌儿，我为你服下这解一时之忧的忘忧水，希望它的药力永远不要消散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不要记起那些烦恼了。为我不善这言辞，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，一次便作废了生死，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，痛戛然而止，爱是指尖上月的刺。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，千千人不知，付不尽这扑火褪雨几城池。你醒了，歌儿。不语或不诚实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一位朋友，一位好朋友。来，坐。为何我不记得你？你被人灌了药，忘了很多事。来，趁热吃。花开谢时，为我不善这言辞。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？是你救了我。便作废了生死。谢谢你。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，痛戛然而止，爱是指尖上月的刺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你怎么了？你也受伤了吗？为何我会被下药？我们得罪了人，被追杀。那我们现在是在逃亡吗？对，在逃亡。所幸逃过了一劫。不过为了要保你安全，我们就得继续赶路。快吃吧。那你把红薯和土豆都带走吧。好。不语或不诚实。是要去哪里啊？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他们在做什么？江湖世家不必留。副城主，副城主，有没有发现？没有，没有。走吧。哦。这就是你家啊？简是简陋了些，不过还算干净。走吧。
进来吧。好啊，可以点蜡烛吗？点啊。躺下呢，你怎么就先睡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冷啊？是不是旧病复发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是不是练什么功走火入魔了？别说话。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兮凤兮，归故乡。遨游四海，求秦皇。你念这凤求凰做什么？求你嫁给我，我允许一身杀孽，早就该遭天谴。能够再遇见你，我死而无憾。殷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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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